初如果做起動咧，咁我哋喺前面同你裝翻個 sensor 嘅時候，你就 interactive， 你就可以做。哦，裝 sensor 就 interactive。可以 send 埋隻手機。即係等佢咁其實就加過呢啲咁嘅，即係加過呢啲咁嘅，我哋叫 LED motion。咁其實就係話，即係譬如擺喺一個手可以掂到嘅位，咁其實即係啲左右啊、掃啊嗰啲咁樣，或者做放大啊、縮細嗰啲咁樣。或者調翻轉頭。